今时今日在地盘施工过程里面，我们有机会遇到很多突发性和变化莫测的事件，影响施工进度，增加风险，提高工程成本。正如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令到业主和承建商在监督工程上有很大的挑战。作为地盘主管，你们又可以怎样善用创新科技，有效地遥距监测和管理地盘运作呢？ Novade Platform 工地全方位流动平台可以帮助你数码化地盘主要的运作流程，包括 Quality、 Safety、 Activity 以至监测 MIC 预制组件整个附运和装嵌流程。地盘员工只要用手机就可以输入所有要汇报的资料和图像，填写 Inspection Form、 Permit to Work 和 Quality Checklist， 亦都可以数码签署批核文件、扫描 QR Code 和 NFC Tags 获取有关位置的数据。在现在这个非常时期，还可以记载地盘员工每日探测体温的资料，更有效抗疫。全面电子化这些流程，不单止减省人手和时间去填写传递纸张表格，亦可以缩减人同人之间在地盘的紧密接触，各个持份者无需碰面都可以电子批核相关表格，同时透过这个共同平台以遥距方式分享资讯，促进协作沟通。地盘主管无论身处何地，都可以透过 Dashboard 追踪和监察施工进度，检视每一个分判商的表现，不需要置身地盘都可以掌握实况，运筹帷幄。 Novade Platform全方位工地流动平台，助你提升施工效率，促进风险管理。在这个非典型时期，立即行动，联络 Spatial Technology， 了解多些这个方案怎样帮你达至 Project Continuity。